樟脑之内，不减粉碎，又损鬼角入口，来到阳炉，不闻变数再生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嗯。拜托你，卖杀我！哈哈哈哈！人类合该成为鬼角之奴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娘们！又是贵族之人，是迄个心厉害的飞枪，走，走我！大师多谢你。无用乎？男女授受不亲，更何况是出家人？我和干好，众生无别。原来如此，是积极固脉络。此地接近贵个范围，不可久留。家破人亡，积极找不出可去。留守性命，便有无限可能。嗯，收好吧。这我不能接受。身为植物，应暂时助力躲过难关。多谢大师。大师，嗯，遐妖魔鬼怪，好像正往精灵不完的梦里突然进去，好像大师要发生啊！都是啊，好恐怖！梦里突然，这是，嗯，无非。不见昏睡。你跳起本座幸福的幽梦咯，不知跳了多久，从眼前跳上一幕幕昏昏暖暖，摇动人心。谁也不知，一旦注视的种种下，眼前的一切就好转型扑鸟，片错不准。顺遂，就在心海欢呼之刻，忽闻阴人嘶吼，杀生为何生，斩业为怎人？嗯，戏子，天改地貌，地图地幻，逆天地的中气。烈风到新湖渡水的江，却无福建分水意外阻挡，渡水救水，尽在战会之前。事实在此，只要正好重新呼吸，你从地母之目的，天意不尽人间梦空，不是干涉逆转之人，但我不用回头。好，登都水，冲云洞。斗气斗路，营救很帅。嗯，哦，突然我点在开，刀剑精强，速度也少。迎来的猫，这是安心之道。哦，上真凶。哦，本地一边。香蕉穷极，不足平人精气，水晶。嗯，此人虽有老朽，纵情之计，不一定有关联。看来回首内容，应是无妄。那贵族逆天大计，将是未来天下大乱之因。这边暗计，梦里突然归消脱脱。咱该怎办？水体会归个是杨志平，归个目中四月有力，无所必须重逢道理。紧走紧走啊！
紧走啊！你要去，这也不能荒废。等你，陈龙，如今不平的人，你我的本来还路。我是想见着人，但我现在也不告诫，讲什么？我会自毙上刑。无可断药。多谢英公，多谢英公，多谢英公啊！你武功真是高强，慢行路，紧走。多谢，多谢。不减粉碎，你可不能无私。